多謝 Joanne， 多謝 Capital 一直以嚟對Tesla 嘅支持。咁其實 Tesla 咧就一路都有個誤會嘅，好多market 度咧就以為 Tesla 一間車公司。咁其實咧 Tesla 係唔係淨係一間車公司嚟嘅？我哋係一間專注於推動全球轉向持續能源發展嘅一間公司，亦都係一間公司啦，就打破咗傳統汽車行業傳統理念嘅一間公司。咁對呢、這個成個轉變咧，我哋係好 proud 嘅。咁啊 ，Tesla 嘅 branding 咧，亦都係 interesting 嘅，對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解讀。Tesla 可以係 innovation， 可以係代表 technology disruptive， 可能係 unpredictable 個股票就係啦，亦都可能係 making impossible possible。嚇，咁喺Tesla 香港嚟咗都成十幾年㗎啦。一路以嚟，我哋都係專注於推動電動汽車嘅產品技術發展啦，響應政府嘅政策啦，盡快淘汰現有車對環境嘅影響。咁嚟緊我哋會繼續努力專注於成個 customer journey， 專注於產品嘅發展，令最高 CP 嘅產品帶俾香港嘅車主。Thank you。